从我们的这个监视屏上看到一个部分的一个实时的运行状态。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只是我们展示的一部分，然后在我们毛场里面有一个监视屏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锅炉是一个十个一体的蒸汽，这个数据是非常实时，它是5到10秒钟进一次。